为露西派带来的鸟的 style 啊，露西派，露西派来了，露西派真的假的啦？是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首歌你知道的，这是露西派，把你的双眼借给我。奇怪不奇怪？发片就到现，我还是不明白。仙歌碎碎念，比相声还精彩。全部又重来，叫我 Lucy 派。我要看呀，我要看呀。只是偶尔通个漏子，这样子你是不长智。And who care？ 要加 and 要冲，把你的双眼借给我。我们只要一百，让你眼台。Apple 的粉丝带，明不明白？这是我的时代，要加 and。我说没问题，接着关就关门关冷气。我有你也帅，每当精彩。我们只能一百，来一人台。S 亚文时代，明不明白？这是我的时代。要加 S， 再加 S， 要加 S， 要加，要加，要加 S。每年西家门第家家里挂几个扣掉几仙机打麻将，我这个当爸爸是不是禽兽出身啊？至少给儿子一个拥抱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连禽兽都不如啊！哎，你抱错了。对，我要抱抱我亲生父亲。鸟的 style， 他差不多了。喂，鸟的 style， 哎，这个改编好好听哦，比你的歌好听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对呀，很洗脑哎。要加 S， 现在中对啊，哎，要加这个这个歌词谁写啊？你自己昨天把它填起来，昨天填起来，哇，厉害呢！你看他够很够叼哦。许常德老师，你就不能关心一下别人的儿子吗？那现在搓牌啦，打个正气啊！哎，怎么样？刚刚这个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就听到乌拉拉而已啦。还有乌拉拉，还有乌拉拉，你更急更急啊！你们这个歌本来就乌拉拉拉拉，副歌还蛮洗脑，要加 S， 要加 S， 要加 S。春风，你来评判一下，他这唱感觉怎么样？春风老师啊，他怎么有能力批评？赞哦，他都骂好了，就唱而已啊。我很好，我一直转头过来看，因为春风现在只顾着想要打麻将。没有啊，有春风刚好跟我说，放枪，他说哦，露露这只脚瓜今天超夸哎，放枪哥不会骗你吧？好，你说，因为我们这一桌有一个人，嗯，他私底下跟我讲，对对对，怎么了？就是春风，他说你是他的幻想的对象。什么？
幻想对象，音乐幻想，音乐幻想对象，阿吉，好客气啊，这边是在相亲，对啊，相亲大会啊，这个也是我另外朋友，你不是你啦，你我儿子啦，朋友是洋葱啦，你好，洋葱哥你好，他最近买一部 C63，对，在他们家门口，开很快的，跑很快，小心小心，有加 S， 加 S， 派派怎么开端？我开雕土味，看到喜欢女生，看到喜欢女生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我就会直接请她借我手机，然后我就直接打我自己的账号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们可以互追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共同朋友蛮多的，互相追，对，我通常这样子就够了，你看他比较没有那么这样子就够了，这样子就够了，你真的有遗传到哎，你真的有，看是谁生的了 ，DNA 真的。这样子就够了，就是说完全不用用什么技巧税。他再次强调，完全不用。对啊，立冬比较多，我觉得。Hello, my name is Jasmine and my Chinese name is Zhu Wei. Okay, Jasmine. Come on, Mr. Yeah. Hi, Jasmine. Where's your school? Is it in Taipei? Yeah. Taipei. So I think I have a friend in your school. The school they have like a.IC card machine, right? Yeah. You have, they, 他们有一个那像刷卡机。我们听得懂，我们听得懂，是吗？我们听得懂。Do you have a boyfriend? Yeah. 好突兀。Can I have your Instagram? Yeah. Maybe later after the show? Yeah, sure. Oh!Oh, you have mine? Yeah, okay. 我有看大嘻哈。哦，你有看大嘻哈？Thank you very much. 哦，别打怕，可以来来来，顺的，妹妹，来来来，爱爱惜身体。他眼睛刚有爱心哎，看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爱惜生命有啦，爱惜生命，远离嘻哈。嘻派感觉蛮专门嘻派的，才15岁这样。哎，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嘛。非常有才华，所以我们做中间一直不断的鹤立鸡群呐，鹤立鸡群，非常的有才华啦。今天就要这样介绍就对了，我们要把它捧高一点。等一下就照这样介绍，等一下要这样长自己，拿这样改变的 DNA， 受不了，学哪来的自信？真的，我们当歌手的人呢，听到自己的孩子唱我们的歌，很感动的。对对，然后上次杜西派唱你歌，你没有痛苦，你的表情好像不太对。对啊，你在闷什么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说有一首歌要献给我的爸爸，我有感动啦。有。啊，歌名是《真情换绝情》。我兄弟，我这个王八蛋，到底是阴魂不散？对味啊，很对味啊，难道没有？我们的。台湾最厉害的乐队老师帮你们伴奏，这次是 four band 哦，全部 four band， 哇，好荣幸哎！他这个 four band 是不一样，跟外面 four band 不一样，怎么怎么样？他是笨蛋的乐队，全部的，对对，全一个配套。像陆西派就真正是富二代，他是笨二代，富二代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公平，让你跳，亮杆。好，陆西派先攻，我先是吗？先攻，好，所以你就先 Q 句子出来，然后 follow 完毕之后，他自己再出一个新的句子，你 repeat 一个，完了之后你再出一段你的，然后他必须 follow，yes， 好吧 ？OK， 你们就我们没有叫停，你们就直接续打，对，好吧？打到拳拳到肉，应该是说你们就玩吧，对，哎 ，play， 哎，刀刀见骨，好吧？钢琴、小提琴这样合奏，礼貌还是要给他调个音 ，A， 哦，什么太要给他调个音啊？也对，也对，因为钢琴不能调，还会 peace， 对对，也对啦，也对，you
这个高级对到那个九度，两个干脆在一起好了。其实很好听哎。掌声鼓励！哇，哎，这个很和谐啊，已经没有任何烟硝味了。